机车啊，人家的音乐啊，你拿去播放个，偷偷把人家改一些速度，然后拿去自己盈利。那最好笑是，他真的是每一首歌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广告，所以他二十首歌就有二十个广告，你知道他多赚了吗？那后来就是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需要 BGM 嘛，那就是先把他加清单。啊，结果过没多久，那首歌都不见了。哎，我盖到哪里了？这里。就我最近那个 YT 的清单库，那个歌单的那个库，我发现我每个礼拜都会少两首歌。哎，他说这首歌已遭移除，还遭删除什么鬼的，就想不出来。哇，我那时候是加了什么歌？最爱忘，真完全忘记了。最多的都是抖音上面流行的歌，通通都不见了。那个别丢下我不管也是啊，他们好像都是已经几百万观看之后，就是把那个删掉。我之前本来想载漂流幻境回来玩，可是发现里面一没有很熟的人，二你真的要那个游戏真的要开很多次账号，然后再用那个什么他的外挂，因为你要采物资，因为你要强嘛，要强就是要采物资，你要物资。你不可能一个人去采一个物资，你要很多只角色去打矿啊、打木材啊、打一些有的没的，才有办法生存的下去。一个人至少要二十几只角色，才有办法养活一只角色，这样子。然后里面还要发明一些东西，有的没的，搞科技。比如说你做一个螺旋桨，就要花现实世界的时间，可能十个小时。那你做一道菜要一分钟啊，以此类推这种东西。而且那时候漂流幻境玩到后面觉得很胃痛，为什么你要被牺牲掉？那个小蓝的主线让我看了就觉得很难过，然后后面还花星星把小蓝救回来，然后就很多人说你星星干嘛去救小蓝啊，还救什么鬼东西的，我连小猴子都救你知道吗，我不行啊，都觉得很难过啊。然后我以前叫了一个网婆很白痴，我那时候高三吧，叫了一个国二的，然后他开我账号去练的时候，他把我经验胶囊吃掉。哎，我那时候经验胶囊故意不吃，就是要留到后面，因为越后面等级越难练嘛，你吃那个经验就直接送你几趴经验，就他把我五十几趴的经验全部都吃光，我气死了。他说看你没吃就帮你吃一吃啊，我说你看到，如果一个送你20%经验的，你会到麦块的等级100再吃，还是你零等的就吃？零等吃也是20%，那你100等吃也是送你20%，但是越后面吃越好啊！气死了！而且他还把我当时有一个白色猫耳，那个已经绝版品了，可以在那个859以上，好像可以卖到3000多块钱，那个时装。他给我拿去乱镶嵌东西，就好比说我这样比喻好了，我用麦块的东西来比喻哦，就是比如说，今天这件钻石头盔是有真的是兔耳朵样子的，那它可以附魔，就像比如说保护耐久水中呼吸清水印的对，但是那个游戏就只能用一种特殊的东西绑住它的属性啊，
药当然就是用保护室嘛，对不对？他给我拿去用一个抗火衣啊，那个洗也洗不掉，我都可以告他，你知道吗？欸，太多了啦。欸，啊，我上去的路在哪？这里。三十之后经验值不是一样？我说比喻啦。你说什么？麦块三十等之后的经验吗？没有哦。发现我两次忧郁症都是因为玩漂流幻境认识的王婆给的。啊，提到就难过。我的点数商品，没笑。哎呀！漂流故事很好，很好啊。如果我会指令让脚下的实体方块可以铺上一层半装的话，就开个观察者模式到处飞。哇哦，一下就补满了呢。啊，如果哈基开个指令生存有没有，一定很强。开指令还玩生存啊？
应该这样子了吧？这边，那应该不会再生怪了吧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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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安静，没办法，盖这个，我只能自言自语啊。如果我眼睛瞄到隔壁的话，要多盖一个方块或踩空下去就完蛋了你。咦？对吧？对啊。好了，好像补的差不多了。你觉得这边还需要补吗？可能这边还会生很多怪。唉，先看一下好我觉得可以了、欸，先这样好了，那我们过去吧。不能在这挂网哎、欸，对面会升，只能挂在这里，挂在这里，做记号，这里。我想说射得到哎、欸，吓死我！射到就哇！
好，再来，我要补高，补三层。什么鬼？怎么没对称？怎样？加高，等一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奇怪，明明都已经强力，我怎么会一下就死啊？还是要那边还是要补一下、欸，我怎么下去啊？如果漂流出手机版会出吗？它出过啦，漂流手机版玩过啦。
玩了一下发现不是以前那种感觉，就没玩了。我怎么下去啊？猪人，我需要海龟蛋，然后把猪人引到旁边杀掉吗？感觉都生在这边还 OK 了。再就是，猪人怎么解决？铁巨人有用吗？让他们摔死吗？螺丝烤，我想说从旁边叠。啊，先叠第一层啊，第二层。